从哪儿的水族馆听图啊？不是每天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这五条鱼到底得往哪儿听呢？想放进去一两条鱼还挺容易的，但是想放进去三条鱼、四条鱼、五条鱼，这也太难了吧？你们说这巧克力拼图到底奇不奇怪？盒子瞅着倒是挺大，为啥这么几块巧克力就是塞不进去呢？这细菌拼图想得我脑子都疼了，要同时把十一块细菌完美契合进去，感觉根本不可能嘛！你的巧克力就这么几块，你都拼不出来？我的快速选手，但是很烧脑啊！那我还有十一块要拼呢。你的拼图再复杂，那我的拼图复杂吗？你的几条鱼看起来很简单哦，简单，我的可比你俩的难多了。要不然咱们三个来交换一下吧。我同意，我让你们感受一下我的拼图有多难。那你们谁愿意来拼我的水族馆拼图？我要拼小鹿的巧克力拼图。那我就来尝试一下这个十一块的细菌拼图，看看你们三个到底谁先能拼出来。不就是几块咸鱼吗？想要拼出来更难弄得上。咱们先把蓝色部分拼上去，横切面对边放，先把边边都填上。感觉我马上就要拼完了。这些小细菌每只都长了几个小脚，要把它们的脚嵌进这些凹槽，其实还挺简单的。第一个，咱们就随便找一个洞，看，那不就嵌进去了吗？第二个，嵌进去，分分钟就拼出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巧克力拼图啊，我之前拼过一层的，这两层的我还没拼过呢。不过应该不是太难吧？咱们先来放第一层，再放一个最大的长条形，再来一个两块的，就差这一点点，第一层就拼完了。你的细菌拼图也没多难呐、啊，你这个水族馆拼图我拼起来还可以啊。别废话了，这巧克力拼图啊，我马上就拼完了。那咱们就来比一比谁更快吧。肯定是我最快呀、啊！这个角落还能再塞一片，还剩两片一起放进去，看这不就快拼完了吗？现在就差把小鱼给塞进去了。这里能塞一条，再来塞第二条。嗯，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塞了耶。不是吧？我还以为挺简单的呢。第二条都塞不进去，剩下的几条该怎么办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这个水族馆拼图超难的，你还不相信呢？现在知道有多难了呗？我知道了。把这个细菌拼图给拼了，这一块也放进去，再来个三只脚的，看看这个形状像不像一只小章鱼啊？就把它放在这里吧，继续来拼。现在我就只剩四块喽，放这里不行，放在这里那也不行啊，放这儿呢，还是塞不进去。那放这里啊，这也不行啊。不是吧？剩下四块，一块都塞不进去了。这细菌拼图也太难了吧？怎么拼都拼不进去啊？你这个细菌拼图啊，我研究了大半个月都研究不出来，你想几分钟就解出来，太天真了。那就来看我拼巧克力拼图吧。现在只剩下这个小格了，咱们用两块的给它填上。嗯，这不对啊，这个方向不对，这哪儿还有两块的呀？我找到了，这个上面就有两块的，把它放进去。哎，反了，这该怎么拼啊？不会是死局吧？果然好难啊。2000 years later。我拼了半天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把十一块都给拼进去啊！一个小鱼也没塞进去。我知道我得怎么拼了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转换一下思维就行了。把两块的放在侧边，这里再放个最大的，把这个双层的卡在边缘，这里刚好还能卡个双层的，放个两块的衔接上，一定要保证每块巧克力都是横着的。我填最后一块，简简单单就完成了。其实也没有小鹿说的那么难嘛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啊！竟然被你拼出来了，我拼了一个星期都没拼出来。那是因为你太笨了。你太笨，你太笨。你俩别吵了，我已经想到这个病毒拼图的解决方法了。真的吗？那当然。咱先把这三个腿的八爪鱼给安排上，然后到你啦。这怎么长得像个方向盘呀、啊？那就放在这里吧，继续拼。其实只要找准形状，很简单的。现在咱就只剩最后三块了，拼，继续拼，最后一块拼完就结束了。是这样放的吗？不对，那是这样放的，这就放进去了。十一块拼图全部安排的明明白白了。三姐妹，这么难的拼图都能被我拼出来，我去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现在就只剩我了，我也知道该怎么拼了。先来拼第一块，第二块碎片我已经找到了，依旧把边边给拼上。第四片来喽，这个拼图的技巧呀，就是把小鱼给留出来，这样第一块小鱼就能塞进去了。把这片放在这儿的话，第二块小鱼也能放下了。现在我就剩最后两片喽，把一片放在这儿，塞进小鱼，别眨眼睛，最后一片，第三条小鱼，最后一条，噔噔，我的拼图也完成了。好多小汽车，今天的拼图长得好特别啊。今天的三款拼图分别是数字拼图、食物拼图以及交通工具拼图，拼出来的人可以获得1000元奖金哦。我最爱做菜了，我要这个食物拼图。我最喜欢小汽车了，我要这个交通工具拼图。那我就只能要这个数字拼图了，再来看我的食物拼图吧。听说凉拌黄瓜最减肥了，海鲜还能补充蛋白质哦，红火火的辣椒。你喜欢吃胡萝卜吗？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腿了，还有牛排、香肠、西兰花也不错哟。很简单了，我感觉我马上就要拼好了，看我来拼数字拼图吧。
这些数字长得都好特别，上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图案呢。按照顺序先来拼一，再来个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轻轻松松就拼到六喽。屁！我的交通工具拼图是我们几个中最酷的。先放上粉色的小火箭，再来个绿色的大货车，灰色的动车也放上去，动车的尾巴也别忘了。送外卖的小电驴，大卡车也来一辆，这不是我小时候坐的校车吗？蓝色的轮船也开上去，马上我就要拼完了。那你肯定没我拼得快。我就剩四块拼图了，土豆炸起来超香的，不吃番茄可以美白哦。最后来个小茄子，哎，太大了，塞不进去。怎么办？我还有个荷包蛋没放进去呢。还好意思嘲笑我？你不也还没拼出来吗？我只剩下四个交通工具了，先来个迷你小汽车，再来个消防车。哦，怎么放不进去了？消防车都放不进去，剩下两个更放不进去了。看来你们两个都拼不出来，还是来放我的啦。我只剩八九零三个数字了，肯定能放进去。先来放八，再放一个九。哎，九怎么放不进去啊？不是吧，我也有两个放不进去。切，还以为你有多厉害的。先从四开始拼啊，这个九上面还有小苹果哎，再来个零，把七放在四的边上，它们正好可以合在一起哦。在它们的边上来个二，这个八上全是小树叶，太可爱了。五上面都是小火箭哎，三的上面都是小脚丫哦，这个地方正好可以放一个一，只剩最后一个不满小黄鸭的六啦，咱们把它放进去，噔噔，轻轻松松完成啦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我最先拼出来哦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也拼出来了。先来一个小土豆，火红的辣椒烤边放，鸡腿就放在土豆的旁边喽，这里刚好就能放得下黄瓜啦。胡萝卜，再来一个不规则形的荷包蛋，把番茄放在它们的边上，绿油油的西兰花，把牛排在底边放，小鱼就放在牛排的旁边，四个茄子，最后来个粉粉嫩嫩的香肠，噔噔，我的食物拼图完成喽，耶、yeah, ，第二名。每次都是我最后。先来放最小的小电驴，小汽车倒着放，垃圾车放旁边，把轮船放在小电驴的下面，紧接着放上货车，小火箭起飞喽，挖掘机放在小火箭的边上，刚好合适。超级长的动车来了，紧接着是它的小尾巴，最后三辆交通工具了，小卡车放在这里，消防车放在它旁边，最后一个校车卡进去，噔噔，完成了。我也完成了。哎，这怎么有这么多猫咪碎片呀、啊？这些是小猴子吗？我的是金鱼还是小幽灵啊？这些该不会都是拼图碎片吧？今天来拼三款特殊的拼图，第一款是超可爱的小猫拼图，是由九只不同的猫咪组成的。第二款是小幽灵拼图，里面有五只幽灵。最后一款是猴子拼图，里面有八只猴子。完成拼图即可获得3000元奖励，赶紧开始吧！小幽灵拼图超古怪，肯定很简单。我的猫咪拼图也太 low 了吧！小猴子拼图看起来很有意思，马上开始拼。它们的身形好弯曲啊，先沿着边边放进去试试吧。再来一块小笑脸，现在就剩三块了。这两只憨憨的小猫咪好适合放在方框的最角落呀、啊。把你放在这里，这一只感觉好像在兜里呀、啊，放在左上角，你就放在这里吧。再来一只靠边放，现在就剩五只小猫咪喽。这只小猴子长得也太迷你了，这一只好像挂在树上哎。我们先把挂在树上的放在这边，这一只猴子放在它的旁边，上面还能再放一只，中间卡一只瘦瘦的小猴子，把空间充分利用起来。剩下我只剩三只小猴子了，而且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呢，就只剩三块了，3000块钱马上就能到手喽。倒数第三块，咱们竖着放；倒数第二块，放在最角落。这块怎么塞不进去啊？那就换块幽灵试试。这幽灵的身子也太长了吧，更塞不进去了呀。看来是我想的太简单了，这3000块真不好赚啊。我的晚上就要拼完喽。把这只大屁屁的猫咪放在这里，还有这只正在睡觉的小猫咪，塞在这里正合适。这只的身体也太长了吧，那就只能放在这里了。这怎么塞不进去啊？这空间太小了。换一只来试一下，这一只也放不进去啊。难道我拼错了？完犊子，刚才还嘲笑小鹿，结果我也没拼好。你们两个都这么菜，还得看我的吧。反正就是三只猴子，那放进去不很简单吗？把这只猴子卡进去，这只刚好也能放进去。现在就只剩这一只猴子了，随便放放都能放进去。这怎么还多出了一只脚呀？给它掉个头试试，更放不进去了。这次整个腿都在外面。这个猫咪拼图根本没有想到的那么简单。我的虽然只有五片，但也太难了吧。我这个猴子拼起来太烧脑了。
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已经知道怎么拼了。其实想要拼成功特别简单，咱们还是一样，先来拼这些边角的猫咪。这只懒洋洋的猫咪在最上面，这只小呆萌正好在它的尾巴底下。然后把睡着的猫咪放在伸懒腰的猫咪旁边，这只猫咪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，它的脸都被挤歪了，肯定是靠边边的。这里正好放这只大屁股猫咪，看这个形状是不是和这只猫很像啊？咱们把它怼进去，现在咱就剩两片了哟。这一片放在这里正好契合，最后一片我怼完成喽。我的小猫咪拼图搞定了，三千块钱到账了。快来看我的小幽灵拼图吧，看它笑得好开心呀。咱们靠边放，看这只小幽灵像不像在伸懒腰啊？我已经找到拼图的规律了，一定要严丝合缝。现在就剩两片小金鱼了，咱们把小金鱼竖着放边上。你们说最后一片小鹿我能不能放进去呢？放！哇，大功告成了，三千块到账了。现在就只剩我的小猴子了，把爬行的小猴子放在这里，还有倒挂的小猴子，中间还能来一只。这个小猴子动作好怪啊，我就只剩三个小猴子了。最后一只蜻蜓放进去，噔噔，完成了，我的小猴子也拼完了，我到账了。